搞好啊沙条，搞好啊沙条。起火嘅位置就喺几米外，乘客随即爬出车窗逃生。我做过把先，翻个先啦，好似。火车头火势猛烈，第二到第六节车厢脱轨翻侧。出事的 T179 次载客火车原定由济南开往广州，礼拜一中午驶经湖南新洲市的时候，附近怀疑因为连日落雨发生山泥倾泻，司机试图刹停列车，但是最终收制不及，撞上倒塌的山石。铁路部门启动应急预案救援，受伤的乘客和铁路员工已经送院治疗。东网记者黄明彤报道。东网想你看新增了赞分任务，每日签到和阅读指定新闻，快点下载东网 App， 一边看新闻一边赚到更多 OM.CC Coin， 换取丰富奖赏。